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恐怖的食人蚂蚁，一旦被他们缠上，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济于事。很快这个300斤的可怜男人就被上一只食人蚁直接拖进到蚁巢里，这一幕真是让人看得头皮发麻。眼见如此恐怖，众人再也不敢怠慢，其中女人立马跳上枯木躲避，而逃慢一步的男人就遭殃了，瞬间遭到食人蚁的疯狂啃咬，丢掉性命。而恐怖的食人蚁也没打算放过女人，幸亏危急时刻女人及时跳起抓住藤蔓，本想这样掉在半空会很安全，谁曾想这些食人蚁的智商也高得出奇，立马一只一只的叠罗汉摸了上去。好在关键时刻队友及时开车前来接应他，然而恐怖的食人蚁又岂会轻易放过他。非常不错的一部冒险电影，绝对是近年不可多得的佳片，全程刺激无尿点，还没看过的朋友可别错过。虚设，人类的防御系统瞬间土崩瓦解，剧情十分紧凑，丝毫不会拖泥带水，主打的就是一个生猛炸裂，里面的怪物特效绝对是超一流的，简直就是怪物迷们的福音。如果你还没看，里面的怪物简直震惊了我的三观，不仅有凶残无比的豺狼和大猩猩，而且还有早已灭绝的史前巨鳄，人类